好，大家好。然后，嗯，这边是议程组。然后，我们今天呢，有讨论了一些。 我们好像今天讨论了三个不同的议题。第一个议题是媒体组的工作流程。然后我们目前非常招，呃，就是目前媒体组的那个运作的量呢，还没有到那么大，但是因为媒体组它会持续的需要有人负责去做文案生产，然后还有设计制图的工作，所以媒体组一直都爱招人，所以非常欢迎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一起加入媒体组。然后还有，然后我们也缺网站的设计者跟就是可以写网站的人，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也都欢迎来，都、就是呃。 三米的二零二四的那个 s l a c e channel 上，就是了解相关的专案进度。然后再来的问题就是讨论了 C O C 的部分。那我们这边有想到的几个案例，包含说就是如果有投稿者，他据就是如果我们收到了一个投稿，然后他的投稿者是呃被指。 呃，有被有一些人指控说是有性侵或性骚扰的前科，呃的那个嫌疑的话，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处理？那我们针对针对这个流程的方式有进行相关的讨论。那我们的机制就是征稿的时候，我们也会提供那个回报的机制。那不过这个表单的内容要再讨论啦。那回报机制的话，回报者必须要提供联系方式，并且配合后续的询问跟调查。那相关的呃回报者的资讯呢，会进行保密，然后要有一个保密机制来进行处理。那呃。 决定议程的方式就会是由议程委员来进行决定，然后考量的标准会包含说是的确定性，还有跟社群的关联性等等。那当然还有很多细节可以去做增补的，欢迎大家持续的针对这个部分一起加入讨论。那我们这个讨论也会持续的进行。 然后，另外一个是我们有讨论了那个就是主题内容的部分。那目前列出来的主题内容大概就是这五个。第一个是数位治理的进化跟挑战。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目前标红色的部分呢，就是底下可能会包含的一些子议题，包含说 EID 啊、个人资料保护啊、AI、e、科技规范等等。然后第二个议题是资料驱动的创新与社群写作。那 呃，PFI 提出了就是资料都已经上太空了，你还、就是杀猪工，对。但这边会比较多是跟资料相关的应用跟协作。然后第三个是草根与开放的公民社群如何回应政治与科技产生的集权，这个是一个蛮大的一个题目。我们希望讨论的事情是像 g n 这样子的一个去中心化，然后呃多中心的一个公民科技的社群呢，我们可以怎么样去面对包含呃来自呃譬如说中国是一个政治上的一个集权，或者是呃 Facebook 或其他的大型的科技平台，它是一个科技。 上的一個产生的集权，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应对这样子一个部分？然后还有也会这个下面的子议题就可能会包含民主任性的部分。那第四个则是数位时代的同理心、含容性跟多元性，然后可能会包含到的就是呃 COC 啊、能动性与自主性啊，然后网络上的一些相关的聆听跟技巧，还有反极化的方法。然后最后一个是技术与议题的交锋。 那这个就是，呃，如何利用公民科技的相关技术来解决，可能没有到第三个这个议题这么的宏大，这么的庞大，就是要去对抗一个集权或科技的政治上的集权，而是去解决这些呃未遇到的问题这样子。所以这边有那个伊帕就提出了一个蛮激进的提问，就是黑客真的能够解决社会问题吗？ 就是这个是蛮激进的提问，然后最后我们确定了我们议程委员的人选哈，我们非常高兴在今天的现场已经确定了议程委员的人选，感谢比邻召集人的努力，我们目前确定的人选就是由 Paul，然后 CoPlay 人，呃、嗯 CoPlay，然后还有 DDIO，还有那、呃、目前在美国的那个子瑜 Lisa 来担任我们的议程委员，所以目前五位议程委员的人选都已经确定下来了，感谢大家，对。 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议成组的一个相关的资讯。然后议成组还有散秘的其他的组别都持续的在招人，所以如果对散秘有兴趣的，欢迎跳坑。谢谢大家。